众所周知，好声音从十一强诞生到八强，再到如今的五强，冠军夜俨然不远了。昨晚比赛的过程精彩不断，八位学员也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应战。五科月最终排名第一，强势晋级全国五强。紧随其后的是王静文、姚晓棠、陈文飞、贺三。近日，李克勤出席某节目，有记者问其对于今年好声音的五位学员如何评价。对此，李克勤表示，能一路比拼走到总决赛，他们的实力自然是不容小觑。不管是唱功声线都出类拔萃的陈文飞、贺三，音色辨识度超高的王静文，颜值在线实力也很强的五科月，唱音乐剧出身的姚晓棠，是写歌还是演唱，都有一套自己成熟的风格。随后，李克勤话锋一转，我最了解的当属觉得自己战队的五科月，单论唱功，客观的讲他或许不是最好的那一类，但随着比赛的推进，他的抗压能力逐渐增强，非常的自然，一点也没有包袱，哈哈哈。李克勤老师也是五位学员分析的明明白白，原来他才是自己心头好。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，关于总冠军人选还是扑朔迷离，似乎谁都有可能，谁都又没有可能。希望决赛夜五科月、王静文、姚晓棠他们能够发挥更好，向冠军冲击。